这边标的34，我卖他27，都是我坑的。这个不是现在涨价了吗？我跟他说我去年可以卖他20，因为我去年25块钱买的嘛。我说去年我都能卖他了，那今年他给我涨了，涨到27，那我要不再卖他，我这个傻子，我还又亏2块钱。你哪里买的呀？他是总代理。哦。我可以直接帮你拿呀。因为我都几箱，你在哪？对呀、啊，你说他那个女生能火，我是不是要生气要骂他？你还帮他说话？因为今年涨价了，我知道今年涨价了。对，他今年涨价了。今年所有的球都涨价，因为羽毛涨价了。因为对呀、啊，要不然我就去年就25嘛，今年就出了就是了。我就出来去了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点才来呀、啊？你没吃饭呀、啊？到家没吃饭你说？吃饭？啊？没吃饭？没时间、啊。吃饭了还有人，反而打架。那是真饿呀、啊。来来来，热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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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晚了，有碗吗？啊？要八点了。哦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